本支影片由麦格林教育移民独家赞助播出。Hello, what's up, 大家欢迎收看本周的 Max TV，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马克思啊。哎，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依然延续着 Max 来带你玩澳洲学校系列。不过今天呢，我来这个学校比较特别哦，它是全球哦三大上市教育集团之一，它就是 Navitas 纳维教育集团。Navitas 在英文教育、企业培训，还有 PY 职业年上呢，都处于领先地位。那 Max 呢，将带你去逛一逛 Navitas。那今天呢，我也特别请来了我们的小师妹，那我身边的呢就是 Cindy。Hello， 大家好，我叫 Cindy， 我现在在 Navitas 呢读会计的 PY。会计 PY 就是职业年了。那么今天呢，我就派我们的小助手 Cindy 带我们逛逛这个 Navitas 的校园吧。Let's go。我们的一二三层呢，主要是 Navitas 在这边上课的一些教室。OK， 那么现在呢，我就跟 Cindy 来到这个 Navitas 啊三楼这个他平时上课的地方，看他在 Navitas 的学习环境是怎么样的吧。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呢，就是我们平常 PY 上课的地方，然后呢，一个教室大概有20人左右，是非常小班教学，然后效率也很高。然后呢，就是像小圆桌，大家围坐在一起，和老师的互动和交流是非常多的。那么其实我自己平时有个问题，就是我刚毕业了。却不知道怎么在澳洲找工作，求职技巧老师会教你吗？会的。然后有时候老师会一对一的给你模拟，然后如何沟通交流，很有用，我觉得这个课程是的，非常有用。 OK， 那么现在我们去另外的地方看一下吧。 OK， let's go go。那么现在呢，我身后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英语中心，然后呢一些海外学子想考 PTE 啊雅思都可以来到这里报名学习。哦，对了，还要说一下，在这里读 PY 的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得到 PTE 和雅思的 online 的一个教学课程，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下面我们来的就是图书馆。在图书馆 Navitas 图书馆。 OK， 后面这个呢就是 Navitas 的图书馆，位于8楼。下面我们进到里面看一下图书馆的具体的布局。这里面呢有非常多的书，然后在我右手边的位置有很多打印机，这边是不同种类的书，学生可以自己查阅观看。就是 Navitas 的 reception， 我们所有的会计啊、工程啊、IT 啊，所有的 PY 都是在这里可以报名的。然后大家可以往这边看，这个 view 是非常好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哇，可以看到这个下面就是海的公园呢，还有那个 Saint Mary 教堂，然后这边看过来就是悉尼的市中心哦。Navitas 海德公园校区距离悉尼歌剧院仅2站的距离，教学楼对面就是非常出名的海德公园，有点类似于纽约中央公园。学校附近也有很多餐厅，中西餐都一应俱全。下面我身后呢是 reception， 然后呢和这里非常友好的员工。 Hi， welcome to Navitas High Park。 Hi。这一层还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这一层呢，我身后的走廊往前走是一些会议室，大家可以在这里开会啊、办公什么的都可以。下面我们来到呢是 Navitas 的会议室，在我刚来的时候，这是有一个小小的模拟面试，我就是在这里进行的，当时呢非常紧张啊，但是我觉得身后的 view 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哇，这会议室有点大。对。
么今天呢 ，Max 就有幸可以采访到 Navitas 的悉尼招生负责人 Ivan 老师。大家好，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会稍微的简单采访一下 Ivan 老师关于 Navitas 课程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是 PY 呢？其实 PY 呢，它是 Professional Year 的一个简称，也就是澳洲的职业年课程。那么澳洲的职业年课程是一个为期44周的职业培训课程，它包含前32周以课堂小班教学为主的一对一的一个职业培职场的培训，和12周的一个全职的在澳洲当地企业的工作实习。OK， 那么如果在 Navitas 读 PY 可以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呢？OK， 那很多同学就问到了说，这个职业年就是为了移民最后加到5分。其实呢，除了这个5分的加分之外呢，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学生在我们在澳洲的大学求学过程当中学到的更多的是一些书本的知识，而这个职业年课程它注重的是实践。在课堂当中呢，我们的老师他都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以及呢能够给学生进行一对一的辅导，针对于澳洲不同的职场文化以及澳洲在办公领域你的沟通技巧和你在工作当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这方面的培训和训练。因为刚刚 Evan 提到就会有12周这么一个实习嘛，那么这个实习的公司怎么样呢？是大型的公司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实习期间做得非常好的话，我到底可不可以在这公司留下来呢？其实这两个问题呢，也是很多同学呢会问到我的。那么 Navitas 呢，我们现在在全澳的8大城市都设有我们的校区，跟我们合作的企业呢，现在有超过4000家企业，它的行业涵盖于工程、计算机、金融、会计、市场以及零售业和酒店管理方向。所以呢，基本上我们合作的公司呢，都是在澳洲的本土的中到大型的企业为主。那么刚才你问到说，学生他在完成3个月的实习之后，有没有可能留任下来？根据我们今年的最新的数据得到呢，有超过80%的 PY Navitas PY 的学生在6个月内在澳洲的市场找到了相应的工作。OK， 那么今天非常谢谢 Evan 来接受我的采访。OK， 那么今天带你玩这个 Navitas 校园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 Cindy 带我来逛这个 Navitas 的校园。欢迎大家来找我玩，和我作伴。如果大家对于想申请 PY 职业年方面有问题的话，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这个二维码。OK，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如果大家喜欢的话，点个赞，分享出去哦。那么下周再见啦，拜拜，拜拜。